知唔知我請日翻嚟做咩啊？啲客人拜啲嘅喎，係咪要我教佢點寫啊？寫過。喺呢個星期內，你俾老細訂劇本訂咗三次，每一次執完之後，你都會將啲劇本放入一個盒裡面。你知道總有一日會用得著，但係似乎公司用唔著你，因為喺第四次發生之前，本世已經炒咗你。中意做編劇嘅人，應該都係控制狂。每當你見到呢啲情況，你都會合埋眼。雖然你知道眼前嘅就係生活，一切都係真實而必須要經歷，但當合埋眼之後，你會將所有真實化為幻想，所有苦難其實都係你虛構出嚟。編劇係一個將幻想化為文字，再化為現實嘅角色，偏偏你所寫嘅支撐唔到你嘅現實。為咗呢個夢想，你每晚都寫好多好多故事，直到有一晚，最後一支墨水寫完，你發現自己寫嘅文字令你連墨水都買唔起。你終於明白點解以前嘅文人會有廢腦，因為咳血出嚟又快又唔使錢。失意嘅時候，我會去睇人，睇陌生人，睇下佢哋有咩故事。只要你望住佢哋雙眼，你嘅夢想係咪咁？你呢？你呢？你嘅夢想呢？你有冇夢想？喺呢度，人生就好似喺個盒裏面揾樂趣，但係其實你同我都好清楚知道，盒裏面乜嘢都冇，所有喺盒裏面發生嘅事，都係由你去創造。无论你有冇梦想，都过嚟帮衬下我。